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相信现在很多人几乎都是人手一机，有的甚至还有两三只手机。对，这个手机真的成了现代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用品。嗯，真的。但是聊到了手机，它跟我们之间、跟家人的关系，你觉得是拉近了还是疏远了呢？哎，我有听说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他北上工作嘛，那妈妈爸爸可能在南部啊，什么东部啊，可是因为有了手机，现在有很多图案啊，所以因为有这个APP 软体的关系，他其实跟家人多了一些关系，有些家人不太聊天的，他也写不出什么字。他就干脆传图给他看，那就很像这个手机的 slogan connecting people。对，看起来好像关系是比较紧密了一点。那可是也有一种状态啊，是明明就在旁边，但是非要用手机来沟通。呀，因为懒得跟你说嘛。那难道不能用当面讲的吗？对啊，这好像又让那个家人关系是疏离的。所以是不是在使用上面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啊，怎么样能够透过现在这种新的科技，能够来增进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手机达人喽。对，真的，达人就是达人呢。他们应该算手机达人，不过他们更是跟家人关系非常好的。好，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些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购物专家林之佑，欢迎之佑。欢迎之佑。接下来欢迎的是中央大学的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阳晴哥。来，欢迎是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雨妮。欢迎雨妮。以及小儿科医师黄聪宁医师，欢迎，欢迎黄医师。好了，手机到底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看待？请看今天我们的《幸福日报》。现代人人手一机，无时不在滑。以前人靠面对面沟通，后来写信打电话沟通，到了这几年，已经到了用通讯软体，几个字插个图也能沟通。可是堂食连一家人共处一室都还在赖来赖去，显然家人关系已经起了化学变化。更何况通讯软体上面听不到语气，看不到表情，沟通间仿佛越来越不真实。您会不会担心从此改变了家人关系呢？再赖下去您就知道了。哇，现在这种忙碌生活真的是非常依赖手机哦。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种一天没有用到手机，或是你觉得手机对你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沟通工具，如果没有它好像就与世隔绝了，有这种感觉的请举圈，不会有这种感觉的请举叉。好，三秒钟请考虑。你为什么举这么慢？你刚才就在用手机，你还举最慢？你是 heavy user， 一直在用的人。对不起，我回个简讯再跟你们聊。哎，那四位都举圈，那我先问一下黄医师好了。那你有没有曾经没有带手机一天过？有啊，就是出国开会，然后那段时间我把手机整个关掉。真的会焦虑吗？不会，我好高兴。少来。然后我回国，真的。然后我回国以后，我还在脸书上写说啊，我这几天都没有人，就是完全没有这些杂。我突然觉得好，心里好沉静。我以后呢，应该要每天呢都要有一段时间把手机关机。然后底下一堆朋友说你虎烂，不可能。对啊，你看你朋友多了解你。重点是后来真的有做到？当然没有啊。怎么可能？因为实在太需要了，真的太容易。那雨妮呢？你知道我有一天呢，我的手机，我早上去运动，我们健身房有一个拉壳可以充电，然后等我运动完，把我的手机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哇，我手机坏掉，可能没有那个充电没有插好，还是怎样。我整个手机就是冷的，就像摸到一个尸体的感觉。哇，这描述的真好，摸到冰凉的，你这应该会是温的，就是因为充电完。对，就是你摸它是冰凉的，我发现哇。开机也开不了，整个心也凉了，就是整个它是黑的，就开不了。你知道当时我的心就好像失去了一位亲人的那种悲痛。哇，老天哪，超难过。然后有这么严重吗？我以前运动完之后都先冲去吃早餐，然后回家睡觉。可是我那个瞬间我就醒了，我的眼睛张超大的，我就心跳开始很紧张，我就立刻冲回家，因为也没有电话，我就冲回家之后就是开始翻资料，就看哎为什么我手机会坏掉。然后所以从那一刻起，我那一整天都在忙，我心里都在想说。
说手机坏掉怎么办？那我要跟谁联络？那我的脸书都没有办法更新怎么办？我脑袋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杂讯，所以我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就在弄这台手机，然后又赶快送去给送修，然后又把所有的资料再 copy 到另外一台新手机上面，就是这样弄了一整天。那后来等那个新手机弄好，资料全部 copy 过去之后，我发现其实也没有人找我哎、欸。就真的是焦虑到，对啊，但是我就一整天很焦虑。对，你在焦虑什么呢？后来都没有人找你，也没有接到新通告。不是，你可能你会焦虑，是因为怕有人找你啦。对，就是因为怕别人找我，而且你知道，就是有手机的时候，我们不管在做捷运还是什么，那个空档一直在跟朋友讯息在聊天，对对对。所以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办？这时候朋友找不到我，很强烈的依赖的，你会觉得。可是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没有手机的话，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别人就是找不到你了吗？其实也可以打家里电话，也可以写信啊。以前啊，是啊，是啊。那我现在怀疑，那你写信邮局送不送？有送啊。那秦哥呢？我有几次也没带手机，我去学校上课，因为我现在。我的职业道德非常的高尚，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像有些老师，他可能会把手机打开，然后随时都看这样子。我不会啊，我手机干脆就放在研究室。真的。就我现在尽量让自己不要那么依靠它。所以我有几次没带，我刚一开始上车啊，想说没带，啊算了，走了。其实也不会，也还好，因为所以我不喜欢被一个东西一直牵制。所以有些时候我就故意不去看他。你曾经多严重到一个程度？没有，我会一直去，就是去想说，哎，现在有没有怎么样？就想要再去看一下，再去看一下，就会到这种程度，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自己会觉得不对劲。所以我的手机，我现在常常都是整个关无声啊，就是你如果不去打开它，它也不会叫你，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是属于会去克制自己依赖手机的那种人。对，我是自制力极强。所以刚才 B 医生不是你，所以你不用请喝星巴克。我知道一定不是我。对，因为他是他也不会承认，因为他不想请星巴克。自佑呢？自佑也依赖手机，有没有没带手机？很依赖啊，有，因为我觉得手机现在对我来讲，你可能在你们家中不是太重要，所以没有人找你也不是太。你讲对了，你如果没接到，乱讲。你如果漏接是会大家都会疯掉，是不是？因为就像我不能。超过十分钟之后没手机，我连睡觉手机都是要开着，因为我的手机很严重，因为我的爸爸他有血糖的问题，他们要随时要跟我报告他血糖多少。然后我妈妈、我妹妹，我们有一个族群，如果临时我妈妈什么东西坏了，我们要帮她补什么，或者是他们几点几分要订高铁票，我们都随时要在上面来帮助他们。对。然后我还有小孩，刚刚我在开车，他还告诉我要不要帮他送便当，所以我很忙的，然后还要接公司的通告，还要我们公司随时随地寄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班表，问我能不能接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漏接，绝对不行。他这个有一个成语叫做日理万机啊，真的是好可怕，因为工作家事全部都要依赖那台手机啊，所以不行，没有电。我有一个哲学，就是说，如果真的重要，你会再找我。对对，所以我不是那么。会那么急着就要去回他、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自佑的那个需要的手机是好像我们主题谈的就是拉近家人的关系，因为你看他都在关心爸爸妈妈，连高铁票这样好像我们都不关心了、那我也感觉好像比较关心那个连友啊，或者是你拉近家人的关系工作或距离，可能不是靠手机，你是用别的方法拥抱。现在很多人是因为手机所以他跟家人的距离稍微拉近，反而近了一点点。对啊，那这样其实因为还是回到那个手机，其实它最主要当初就是因为要希望能够沟通嘛。你们想一下，这个你们在用的手机，不管是不是智慧型手机的，这对你在沟通上面的一个优点，就是好处或者是一个坏处，各想一个。有哈，是什么？我们今天是讲拉近家人关系，对，我觉得真的有。因为以前我妈妈很爱传简讯。他刚开始他是喜欢打电话，可是我看诊不能接电话，他每次被我挂电话，他就说你怎么挂我电话？我说我在看诊呢、欸。对、他好像不太好意思，他说好。他现在一直留言，有没有？每一分钟都留言。对对，或者他以前啦，他就是留那个留言语音的。可是问题就是他每次说你怎么没有回？我说我回一个好啊，3.5。
好，3.5块。对，现在都不用钱。对，这是搞什么啊？我说，他说，可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收到了。我想想也对，可是每一次就是为了回一个字，然后3.5块。真的。后来就是你可以留一段话，就多打几个字。好，谢谢妈妈，3.5块。不要再传来喽，因为这则简讯3.5块。还没有超过那70个字，对对对。就后来我妈妈，我这个我送她一台智慧型手机，然后我就教她怎么用，有些免费的通讯软件。现在他还会传就是图片啊，我回也可以回一些哦，就是贴图 ，OK 这样表示我有收到。我反而觉得我跟我妈妈之间就是，他也得到他要的，就是他希望他给我的讯息我能够有。那你有没有那个嗯哇的那种给你妈？啾咪啾咪啾咪之类那些，妈妈应该会很开心你啾咪吧？真的好，那我赶快download一个啾咪。我贴图很少，没有，他是正常的表情符号的。对啊，如果儿子跟妈妈热情，妈妈都会很开心。对啊，不过我妈好像不晓得那个智慧手机，因为智慧手机在传简讯的时候，也看起来也像一整篇嘛。对，不像以前就是超过字，他就所以他一时有的时候line坏掉，他误以为他现在还继续用智慧手机就不用钱，他就传简讯，那一整篇大概分5折送出，有没有？哦，那这优点啊，那有没有沟通上造成的？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老人家他传简讯，比如代祷的简祷告哈，希望你帮我代祷，他传给30个朋友啊，哦，所以一次是很大量的。我说，然后他看有没有人回他，是不是？哎，不是不是，他就是说，他就希望大家替他哦代祷，因为明天有些重要事情。我觉得那个心境是非常好。然后，黄医师就帮他计算他妈究竟花了多少。对，真的真的，那个代祷，哎，那个代祷一定会成就的，因为所费不赀。所以以前你看要付费，简讯要付费的话，真的是会花。对对，现在还是很贵。现在也是，对啊，那是优点嘛？因为什么沟通上造成的缺点？缺点就是现在有时候我老婆在家就一直在跟人家简讯，都不跟我讲话。哦，不跟你讲话，你会吃醋哦？我哎会，可是对方我知道是谁，我没有吃那个人的醋。他只是说他花了时间在回那些简讯，我应该要花点时间跟他聊天。说，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赶快在跟小孩玩，想让他休息一下。就休息时他都在哦，都会传简讯，我就会觉得是我是希望你好好睡个觉，或看个书，或者是干嘛都好，就是回简讯。那你在家不会这样吗？我没有跟他讲过哎。那你在家不会这样吗？只要他跟我讲话，我就把手机放下。哦，当然啦，不然你就找骂挨啊。好恐怖啊！六姐来，她赢了，我输了，我今天气势弱很多。其他你们呢？你们有观察到你们在使用手机上面，在沟通上面造成的这个好跟坏？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因为 Line 啊，像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透过网路嘛。那它第一个它免费，而且它可以跟国外很快。不管是跟中国大陆啊，或者是跟全世界的人都很快。你只要在一起在同一个像社群网站的话，群组里面的话，其实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光是那个信来来回回哈。那这边只要时差对方是醒着的，对，他其实可以立刻跟你 arrange 所有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这个真的是缩短距离了。对对啊，而且我发现像以前我妈妈他们都只打电话，比如说她就会打给我说，哎，等一下你弟弟哦要带小孩回来啊，等一下要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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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只跟我妈妈讲嘛，对不对？我们回的话只有妈妈。那比如说我就跟她讲说，哎，我弟说他等一下是不然我们后天去吃什么，她说那他为什么没跟我讲，他为什么只跟你讲？哦，对，妈妈就会这样说。他为什么只跟你说不跟我说？我说哎呀，他就还没有时间跟你说，这样老人家也不开心。然后他就讲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你妹妹说？对。那我说，那你要等我有空，要打3通电话，对不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有这种群组还不错。对。就是我写中文，看清楚了哦，几点几分，几月几号，就这样。你发出去就变成全部都看到，同时收到。就变成说我没有在骗任何人，也没有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就不用再讲好几次这样。对，是不是一句话不用讲那么多遍。还有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有一点忧郁症，然后她就比较没有跟人家相处这样，那就变成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跟我妈妈我们在讨论事情，她就比较被没办法参与在外。对对对。所以我也买了一支智慧型手机，把加入群组。对，我也把她加入群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对她很有帮助哎。她就早上去看花就
发了一个照一个花，然后传给我们。嗯，那我们就对他讲说，哦，那你今天心情很好，嗯，就变成我可能没有时间打电话给他，对，但是他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图示来跟我们说他现在在干嘛。嗯，那久而久之，他现在也会打字，也会进来跟我们聊天。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嘴巴讲不出来的一个沟通方式。是家庭弄一个群组，其实我就加就这个互动会增加了，而且可以一起骂一个。会吗？啊？哦，我说互动会增加，互动会增加，互动会增加，但是会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这种互动的这种软体哈，其实都会把你绑住，你就看，哎，又有一个数字跑出来，就一直来看，一直来看，对，看有什么。睡一觉起来有300条讯息，然后你早上就要花20分钟。你在哪个群组有300条？我在那个家有真的有，会哦，真的会。有些人还为了要冲数字，他就一句话20个字，他用20条打，对啊，这么认真吗？无聊啊，对，这是很有趣的行为。其实我觉得有跟老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比较好，有某些点啦，就譬如说以前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可能吵完了之后他去工作，我在家里，那我们就互相会生一整天的闷气，因为他也不会打电话来说老婆对不起，就是你有的时候男人那个面子给你起来的，我也是，我也不想要打电话。可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在车上吵完之后我就甩门就下车，他就去工作了。然后以前那种状况可能就是要冷战不止一天两三天，可是那天我下车不到10分钟之后就发现，哎，他有传简讯来，他可能就把车停在路边，就开始他想了10分钟之后他就传了一条简讯来，说老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刚才确实是我语气不对，你可以原谅我吗？然后就有那种哭哭的脸，啊，女生就是那种非常感性的动物，你看到她就说对不起，又传那个哭哭的脸，你就觉得哇，男生这样好可怜。对，她传哭哭脸，可是她干嘛的？可是现在就觉得反正简讯很方便又不用钱，而且我已经传给你看了，对，我现在要睡觉了，所以我就说明天7点送小孩，下午去买这个去买那个，那我睡了，晚安。就是你知道就变成说我晚上根本不需要等他下班，然后他根本没看到。对，他如果没看到那我就会传他没长眼睛了。就觉得哇，男生这样好可怜。对，他传姑姑脸，可是他在笑。那不是真的这种感觉，不是吗？不会啊，你就看到那就觉得他好可怜。我老婆就吃这套。然后我就，你们好有心机哦。对啊，我就会说，刚才确实也我也有不对，可是我还是爱你的哦。然后就一个就一个啾咪，就是一个嘴唇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爱你哦，然后一颗爱心这样。我就觉得，哎，那个吵架的那个生气，一下子就可以又恢复到原来。你也不用见面。我觉得手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有些人真的不善言辞。想不出来的，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他可以透过文字。对，那你如果真的连文字都弄不出来，你起码还可以一直哭嘛，那种哭的脸。对，你知道我还常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像我老公如果跟我吵架，我有时候怄到，我很气的时候，我其实也没办法长篇大论的去骂他，我也没办法长篇大论的骂，浪费我的唇舌。这样，我不相信你不会长篇大论的骂他，我真的不会，所以我都会去。他在外面讲话已经很累了，对啊。他都分很长的，他骂人，他不会免。费的长篇大论，我一定要收费，所以我会去网络找文章，比如说一个女人为什么孤苦无依嫁到你们家啊，怎样怎，我去找那种文章，哇，很长，然后整篇贴过去，那他要求看完这样子，一定要给我看完，那他会回吗？他会回啊，他回什么？因为他不回，我说你是没有长眼睛，还是今天没有戴眼镜？他也不会回文字还是图？他会回图，他不敢回文字。OK， 我很想问一下大家，是说你现在在用手机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拉近那个家人的距离是有可能是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可是平常如果就在你家里面，你天天都看得到的，你有没有发现说你用手机去跟他沟通的比例比你亲身面对面跟他的沟通比例已经超过了？ 有吗？绝对有，有，就是已经超过了吗？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像，就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做太太的也是。他会常在 FB 上啊看。那个朋友的动态啊，然后哎，有一些人家就 po 一些很好的文章啊，或者是连结，哎，他看了以后，他就把那个连结就送给我，然后他就说，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送给你？我说没有，我在打文章。他说你先看一下。我说现在不要，现在你看一下，很好看。然后赶快拿起来看，他就在房间用喊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简讯太方便，譬如说像以前就是，比如说隔天你几点要接小孩，你要帮我买什么？那如果我老公录影还没有回来，我想要跟他讲，我可能要等到他录影回来之后，因为他在录影也不能打电话，所以我就会等他下班，然后跟他面对面说，哎，明天我们就聊一下天，然后明天你要做什么，就会有沟通嘛，就聊天。可是现在就觉得，反正简讯很方便，又不用钱，而且我已经传给你看。对，我现在要睡觉了，所以我就说明天七点送小孩，下午去买这个去买那个，那我睡了，晚安。就是你知道，就变成说我晚上根本不需要等他下班，然后他根本没看到，不可能，他看到我就会传，他没长眼睛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有了手机很简便，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好了啦。他如果上班八小时，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就继续工作，就延续下来，因为有很多工作的群组啊，有很多工作的人啊，人际关系要维持。他回到家中，其实他的工时是延长，然后就忽略了家人。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所以我觉得你好像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我绝对不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伙伴绝对不上群组啊。哎，我有，这个是太麻烦的事情了。就变成你已经下班了，可是你回到家你还是在上班。可是有些人工作性质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例如说医生会吧，我还好，接案子的。对对对，我们比较严重啦，就是现在我们都像我跟经纪人一直以来都是用简讯去沟通工作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就算录完影回到家，他还是说明天有什么工作，那倒还好。你知道常常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就是看到是他晚上10:40传给我的简讯，他就说明天有一个通告要先蕊，明天。就是我在睡觉的那次，隔天就有通告，要先蕊一下，然后隔了10分钟，哈，你睡了，就一个很惊恐的表情。那可是我早上才看到，所以这个工作就，可是如果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5年前，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你那么晚发通告。我们台湾人是全世界加班时数最长的地区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时间是完全 open 给工作的，我觉得工作有那个正当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概念一定要封杀掉。可是我工作完了还有家人呢、No, 你的家人不能做不完的事。其实我们常常是把家人放在比较后面的，对，所以你才让工作一直进来。有些时候如果当你愿意把家人放在前面，工作就应该往后排了，有些时间 是应该完全是给家人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配偶啦，就是可能会了解你的工作状况，我觉得比较不能理解是我们的孩子，他会觉得说妈妈你怎么吃饭也在看手机，然后你陪我做功课你也在看手机，眼睛永远盯在手机屏幕上，你的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连带小孩看病的时候都会，对不对？病症、啊、我觉得跟我的那个学生还真的是很严重。怎么说？就是我在看诊，通常一般他们就是边跟边学嘛。哦，实习医师是不是？他从头到尾都在滑手机。哇，滑到就是我哎、欸，我说那个病人要走了哦，然后才帮我把单子开出去。他能毕业吗？真的吗？反正现在有些人他还真的是 multitasking， 他有同时在听，然后他同时在滑，然后他听的时候，比如说他听到他什么东西不懂，他就开始在那边查。OK， 查资料。对对，可是他实在太严重，他是随时随地连吃饭他都没办法。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对啊，有点太都没有跟他正面沟通，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也没有简讯问他嘛，他也没做错什么事，就是他其实该做的事情他都会做好。可是真的是你随时随地看到他都在滑。像刚刚医生讲，现在很多问题，像我带我儿子他们去吃饭，我们一坐下来，你就会发现点完菜4个人都在滑手机。对，然后菜上来都不能先吃，对，所以我现在有发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么沉默？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说，现在手机全部给我收起来。对，我觉得现在真的要规范了。是，其实手机对我来讲，那不会收起来之后5分钟都好，还是滑一下。5分钟是静默的，然后我们要聊什么？妈，这里打卡可以送。不是，有一种状况更好笑，就是上传到假设啦，一些网络嘛，一些现在很多很流行的嘛，上传之后呢，家人才开始在那边聊天。对呀、啊，这道菜真的也还蛮不错的，有没有？你看我们拍的好好，可是坐在面对面都不会说，都不聊哎、欸，真的会有，是真的，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几家人常常一起聚餐啊，然后发现这个状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出来就说，就是吃饭，只要菜开始上来，手机全部放下，然后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可以聊天。其实后来家里面也大概都是这样。可是你们不会在沟通过程当中会去期待对方应该有什么回应吗？比如说你传给对方啊，假设家人之间互传，那就得到回来就我儿子OK， 或是一个表情包。
其实这个我们家最常发生，因为我只要到晚上，我们大概九点多，我就洗了澡，我就会躺在床上，我就会开始整理我的手机，那就是我的手机时间，我就开始看我的工作，看我的 FB 什么东西的。那因为我们家一人一间房间就比较远，所以我都会找他们的话，像以前我都会大吼小叫的，可是太安静的时候我们太大声，好像也会吵到别人。对，我后来发现手机好像就找我们家儿子的时候说，王安俊你明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如果想理你的话他就会多讲几个字，如果不想理了就然后我想说那你明天到底要不要回家吃饭，哦，所以他那时候不在家里。你到底要不要跟你拿饭，还是你要自己去吃？他在家，在房间嘛，对不对？那就点一个问号。所以你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这样互相。他在我隔壁房间 ，OK。但是我传给他，可是到后来就会把我惹毛，你知道吗？当两次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敲门，你是不会打中文吗？我说妈妈，我在上厕所。他有一阵子不回哦，他可能就在念书，或者可能去跟同学在那个，他可能正在电脑上面吧，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回，我就会站起来了，我就把门打开，我说你在干什么，你连打字都这么懒吗，我就会进去骂他，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问你一件事，你还是要完整的回答，你不能用然后问号，然后一个脸，我觉得小孩子常常会做这种事，可是写字好浪费时间。你看像我大概有二三十个群组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早上一睡醒的时候，你看到每个群组都有一两百个聊天，太多了吧，有的时候有的人用语音这样录，所以我光早上起来听完所有的跨国性的事业有啊，手机应该会宕机吧，因为我有朋友住在国外，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每天都要传简讯，所以有时候两个人在国外，他们两个就会在半夜，因为那是他们的白天，他们就聊，那我又不想要被他们排挤，所以我一定要听完他们所有的对话，从早上起来要弄半个小时才把手机所有的资讯全部都处理完，然后有的时候你稍微跟朋友讲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回来，你就用写的，你这样来来回随便搞一下，真的不夸张，一小时就过去了。你讲一件事情来回弄一弄，一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你后来是用录的吗？直接用录的，他还会再回来，因为这就是不要钱的那个，就是你讲什么他还会回来，不重要的事也都拿来讲。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虽然在家里陪小孩在晚上写功课或什么，但是其实真正我眼睛跟他对眼睛的时间真的没有超过十分钟、二十分钟。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也没差，反正他在写功课，他在练钢琴，我也不要这样一直瞪着他，那我还是来滑一下手机好了。不知不觉那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他练得怎样，然后爸爸都会打回来问说，今天练琴了吗？练得怎样？哦，不错不错。那你根本没听到。可是你的孩子都不会反应吗？像我们的孩子就会反应，上班时间你如果拿出来滑，他说手机收起来。嗯，对。然后例如说你陪他写功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可以把手机放到旁边去吗？他会直接讲，对，他会直接讲。真的，我儿子不太敢了。因为通常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就像我们刚刚有聊到嘛，你传一个表情符号，可是你又不是面对面的沟通，你真的知道他现在的心情或是表情是这样吗？对，虽然表情真的蛮多的啦，对，是，可是跟你真的看到人在你面前那个感觉是有差的嘛，那差很多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那种 contact 不只是眼神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很多的内容，其实那是变化多端的，对孩子的刺激大脑发展其实都很有帮助。对，但是那个东西的学习其实它除了声光的刺激，它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像一个东西它不断的变化，然后来让小朋友刺激，其实那对他专注力也是有很多负向的影响。因为他必须要不断的加强刺激才可以。我还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近就发现我儿子讲话不会，他跟别人讲话不会眼睛对眼睛。那是一次我在跟钢琴老师聊天的时候，钢琴老师就在问他问题，他有回答，可是他的眼睛就不知道看这里看那里，就是他不会。然后钢琴老师是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他太怕我了，就是我给他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那我在想还有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平常他跟我就是他在写功课，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滑手机，所以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只是用听觉，就是我听到他讲什么我头都不抬，就说哦好我知道，那等一下我来哦。所以他也养成习惯，就觉得我回答别人话的时候不一定要看眼睛啊，因为妈妈和爸爸回答我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不会去看你的眼睛。可是我们看到小孩这样，我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没礼貌，老师问你话你都不会看眼睛。后来我再想一想，哎，那是我们让他变成那个样子。那你后来有怎么样调整？就是其实我现在几乎就是回到家里就把手机关静音，
然后等到小孩子去睡觉了，我再看一下，哎，刚才那两三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就抓小朋友看着我，我要跟你讲。放假的他，对啊，我觉得手机真的是就是拉近人的很好的一个帮助，可是真的不要被他控制。对，被他控制。我觉得该给小孩的一些，比如说该引导他们去看，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出去玩，甚至于一起请他看个小说、看书，要告诉他手机不是全部跟唯一啦。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以前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你就必须还是要透过比如电话或者电话、写纸条、面对面嘛。有一个广告有没有？喂嘛，我阿英啊。嫁来的啊，八八十八岁，啊那差些多。就是以前就是打电话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可是有了手机，而且尤其特别逢年过节嘛。对。对啊，一些重要节日的时候，你还会讲。讲一段这个时间，然后其实拉近就是距离。现在好像沟通的模式都变了。现在逢年过节都是 copy 别人的东西，然后塞进来那个罐头简讯，对不对？对啊。而且我发现，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我们大家约礼拜六全家人出去吃饭，就一定像叔叔阿姨、什么舅舅什么的，就一定会在那一天大家全部都去那个餐厅吃饭，因为那时候打一通电话之后，你要改的可能性比较小，就是你要再打电话跟别人说我不来，那可能性比较小。可是现在你用简讯传说，哎，我们礼拜几？在哪吃饭？大家都说好好好，可是快靠近那个日期的时候，大家简讯就会来说不好意思，我临时那个我要迟到啊，不好意思，我不能去，就是因为有那个太方便的沟通方式，变放鸽子的几率也会比较大，对，因为他觉得我比较容易跟你讲说我不来了。可是这样听起来，看似好像家人的距离是近了，但心理上面好像有点远，有点远。其实资讯的贬值啊，你知道这资讯越来越容易取得哈，然后你不太珍惜，就像他以前。很不容易，以前我们写个信就很不容易嘛，可是你现在就不会去珍惜，谁会把那个我们的简讯全部都留下来？不可能的，真的可是以前会把信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取得他的成本越来越低，基本上没有成本嘛。包括照片，不觉得吗？以前照片多珍贵，现在手机照片几万张，现在手机里面一万多张照片都是垃圾。以前的信你可以拿出来，再品味一下，对对对，现在简讯内容没有关系，而且很直白，而且有些人沟通都直接复制人家嘛，他比然后就加一，就他连说都不用说，对，加一加二有没有？就认同。所以对于一些用词遣字，对，像我就发现我们家那个小的就比较不用手机的那一个，他的国文造诣就比较好，然后他的对谈跟一些所谓的一个看文章的一个速度就好很多。可是我们那个老大，他就是问号的那个，那个一天到晚传给我的字都是错字哦，我还会上去改他的错字哦，所以他后来就觉得很烦，后来觉得要打太多字，他宁愿站在我面前讲，因为他会被我骂。啊，我是太多用手机都乱写字啊，所以我儿子他有时候考卷发回来就是要找那个句子中间的错字，他也找不出来，我也找不出来，他就老是帮他打叉，他就说妈妈，我到底为什么错？你帮我想哪一个字是错的？我说啊，没有啊，都是对的、啊。是这样长久的话，对于真的家人之间的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关系。会不会有很严重的影响？我觉得，比如说当年没有电话，变成有电话，是不是也很多人会很担心说啊，怎么现在变成电话这么方便呢、啊？会不会有一些以前写信的那种温馨感就没有了？可是好像也还好，所以我觉得换成手机之后，并不会因此而把沟通这件事情贬义到完全没有意义，还是看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心的去传递你的关心、你的爱，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其实我们只是很怕网络上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很怕对方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是假的，并不是他真实心里面所要表达的。而在电话里面，也许你比较听得出来，然后虚情假意，听他一样，你一听就知道他在鬼，就是他根本心不在焉，声音听得出来他情绪。对对，或者是面对面的时候，你容易看出人家是假，但是在网络上沟通比较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可是这也给一些家人之间一些喘息了。我们今天如果只要探讨家人的话，家人大部分都还是关心对方的，大部分朋友之间我们就不管了。家人之间，你其实你还是关心你的爸爸，你关心你的妈妈，你关心你的孩子，你关心你的配偶，只是
如果对方的爱真的太强烈了，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倒觉得手机是这种网络上的沟通是让你喘息的机会。嗯，你不用面对面去面对人家对你的关爱跟爱，你要回应嘛。你反而在这边，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哦轻松的方式去回应对方对那个爱的渴求。嗯，所以我还是觉得在家人里面呢，如果你是跟家人沟通的话，用手机我不觉得有那么大的缺点。但如果说这个手机是你因为跟别人在沟通，然后忽略了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是不好的。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在客厅看电视，我就会传一个还不进来。我老公每次都兴冲冲的进来，我就跟他讲，我告诉你明天。家人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以后当我们说出什么样讯息的时候，表示我真的现在想跟你讲话。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先放下手机，把想讲的话讲完。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仅就沟通工具来看的话，大概状况应该可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它很有魔力，很多人一上去就下不来？其实很重要是因为以前的电话它就是个电话，可是现在的电话变成是中间的一个很小的功能，它更多的功能是上网的功能。这个网络一挂上去就到全世界去了。它上面有太多好玩的事情。你看我们的手机里面有几百个软体啊，很多软体就随时随地就进去了，对不对？有多少好玩的游戏啊，我们一上去就挂在上面了，吸引力变更强。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就社群网站来看的话，那社群网站还某个程度上还在沟通，但是你的沟通的面太大了。你有好多的朋友，我们有，你有五六万，你说你有十几万个粉丝啊，在等你朋友啊，对，粉丝啊，十几万个人，对不对？他可能只要1%来跟你这个 say hello 一下，你可能都穷于应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它一定的，大家会被它吸引的那个 obsessed 的那个魔力，你会被它占据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把它回归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你的家人来沟通，你某个程度上是要节制。要不然你太容易就挂在上去，就下不来了。对，如果没有节制的话，真的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个压力。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呢，你传了简讯，但是你就在注意到底有没有已读。真的，现在有手机功能就是如果已读，然后没回，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犯嘀咕，开始就会想说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对，就会开始想。就这样好累哦。所以我有些时候传的时候，特别是如果要跟我的助理们传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先打一条，然后3分钟后没有回，我就说。没有人给我回音哦，马上就会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干什么？明明就有看到，对不对？我要找你先贴一个脸过来，你如果在我再讲啊，如果不在你干嘛？250讲一堆呢？而且之前通讯软体还有那种离线时间，就是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在线上。对对对，对不对？是可以看得见。那个时候那个真的就很多人抗议嘛，因为。你们知道吗？对，就例如说他，假设我传给他，我晚上十点传给他，你明明在，你为什么不回？对，可是我发现他离线时间竟然是3:30，哇，那可火大，4个小时你都不回我，可是你还挂在线上。对。后来那个功能好像不见了。有了，还有啦，還在有吗？还在。可是你可以哦，你可以自己设定不要被看见，对不对？对。可是我觉得通常这种功能，我们只是会跟老公在使用，对，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读。通常那种就是显示已读，然后又不回我的朋友都被我删掉。因为这样不要再当真的。人家刚好没时间看到没回嘛，你会给3次机会吧？就说已经累积2次已读不回喽，丑二啊。可是如果是一个群组呢？有一次我就是母亲节，我想说我好心就在我们那7-8个人的群组里面，我想说我送你们每一个妈妈一盒蛋糕，然后我就说哎，各位妈妈，你们把那个讯息留一下你们家的地址，我寄蛋糕给你们。结果后来我发现哎，已读6个，可是没有人留地址。大家不喜欢吃你做的蛋糕。我就订来的。中文这个到底写的对不对啊？那时候就会想，要给他贴。那原因是什么呢？没有，后来。他们先看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回。不是，人家不相信我会送蛋糕。原来不是他们的问题，那就不是他们的问题、啊。后来就有大概2-3个有回说，哈、啊，让你送蛋糕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什么的。我说没关系，地址拿来。就真的就是6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回我的地址哦，其他3个人我就把它删除了。可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不好意思接受你的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群组里面，假设有10个人，可是你发现总是会有两三个人，他
always 是不回，可是他一直在读，但是他有看，嗯，对，潜水艇啊，潜水艇在底下，然后就看，看，他不见得会浮出来的。可是你也不能删他。哦，不会，我就是私人的把它删掉，但是群组里面的，对啊，对啊，就是以后他写什么，我也再也不回他，就算他想抄袭，对，就算他跟我说露露生日快乐，然后我也当没看到。哎呦，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写70个7次啊。原来女人玩手机是这么疯狂，我把我刚刚说手机好的部分都把我剪掉。我们男性没有这么多勾心斗角。那有些时候不回是因为。我不一定在家，我给你的地址，如果你东西送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他会脑筋里面会已经转很多层了。他可能先看，然后但是他还在想要怎么回你。不过我觉得还是很礼貌的，谢谢你。但是我对，没有办法，我们最近在什么很忙，没有办法，真的很谢谢你，应该至少应该对要有一个回复。不谈到这边，我都觉得至少我们在用手机，比如说就算平常有在相处的家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你会用手机会跟他沟通，可是你除了用手机之外，你真的还是会到他的面前跟他讲几句话的，至少都会并存。对，当然一定要。我想说是现在，一定会吧？哪有我跟我老公一年没讲话了？我们有些真的是直接用，他就直接只靠手机，他也很少，几乎很少就已经用手机的沟通取代了直接亲身的沟通了。你这种幸福家庭的人，你不是不知道有这种人啊，你不知道，哦，真的有啊。因为他觉得太方便了，而且我也不用当面跟你讲，我直接就这样子写就好。或者有些时候关系已经不好了，他就避免冲突，冷冷的就把该讲的话讲完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关系也不好，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很忙吧。他可能忙青少年尤其啦，对，他可能很多跟很多的群组要聊天，跟老公只是其中一个这样子。像我觉得很好用，就是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在客厅看电视，我就会传一个还不进来，然后他就解释。不是，我觉得手机的好处就是你刚刚是还不进来，对。可是同样的字，你可不可以解读成还不进来？对，所以自己看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看的人很开心，但是我讲的人可能是不是？对啊，所以后面才是加表情符号，如果是那种红脸的那种生气的，眼睛是犀，有没有？啾咪的就不一样，不一样啊！哎，那差很多哎。用这个方式表达，可是如果没有表情，你不觉得想象空间很大吗？对呀，是真的，真的。我老公每次都兴冲冲的进来，我就跟他讲，我告诉你，明天。要讲这些哦，你要赚钱。久而久之就不想兴趣了。对，但是还有些时候还会误解，而且是往不好的方向去误解，错误解读了啦。对。那你们觉得它可以取代传统的沟通方式，例如说拥抱啊、亲吻啊？哦，不行，当然这个不行，当然真的不行。你不是传一个图片的 Jumi 你就真的亲，那这样对啊，不行啦，还是要把脸抓过来亲。对啊，下班和上班的时候还是要抓过来亲一下啦。在家里面，像这也是一种规定，少使用这个东西来传递信息。对，在家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聊天，坐下来一起吃饭，一起出去散步，这个都还是应该的。对，通常我跟我老公一起，就是有假日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都不带手机出门。哦，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受得了啊。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没心思问的。那总共有几小时？我在半年才吃一次饭。所以出去吃饭其实一个小时就回来了。对，就是我就觉得回家，因为我就觉得我通常跟我老公出去吃饭，我都会说一句，我说那我什么都不带哦，我老公都会回说不用带，你什么都不用带。其实我觉得虽然每次都是一样的对话，可是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对话，就觉得我完全信任你，我钥匙也不带，皮包也不带，我就跟着你去吃饭。那我老公回我就是你尽量信任我吧，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带，所以我就手机什么我都不带，就跟他，那我不带手机，他就不好意思在吃饭的时候一直滑手机，所以那顿饭就是大家在沟通中吃完的，所以真的就会让你们两个在那段时间就好好的讲话相处。其实有一些夫妻有时候晚上上了床是不聊天，然后各自滑各自的手机或者是平板，不是吗？你在讲我吗？你们刚才也明明就睡在旁边哎。对呀，然后好一点的方向想是说，哎，你看到这个图片不错，哎，这个新闻不错，或是哎，这个什么很好看。可是如果真的是各自去，我是觉得偶尔啦，偶尔就是好像增加一个情绪，比如说你传一个什么的，然后就突然这样好像传，不是每一次
总是用那种方式。因为以前我们也会，如果没有这样子，我们也会看书啊。是啊。那个睡前的是很 relax 的时间，就会还是会做这些东西。而且像我自己在玩的时候，我有一个警醒，就是例如说我们有很多像 FB 啊类似那样，我就觉得我晚上花那么多时间去看我不太熟的人的讯息，真的哎，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孩子在我旁边，他还那么小，我干嘛去读那真的不是很熟朋友，也不是说不关心他们，是你时间的顺序跟安排上还是要有分别。对。这个聪明应该有困扰，因为他有19万。对啊，有些人十几万的粉丝，他的粉丝要跳的，哦，那个粉丝的那个问题很多。你怎么去 control 这个？而且问的问题都很深奥。他有十几个助理帮他回啊。对啊，你怎么去安排这样？对啊，所以那部分现在就是有助理在帮忙。你看，真的，真的，那怎么可能？事业做很大，没办法。哎，我真的觉得，真的，这就是辛苦粉丝多的人的辛苦。困扰，又不好好照顾他，又不行。那个跟我比较不困扰，因为我的那一块粉丝团部分都是在，你看我留言不会留什么我今天来露营啊，不会的，都是 po 文章，一定就是今天的卫教文章，卫教文章，每一个都是卫教文章或者是演讲讯息，所以其实说实在我比较没有闲聊的，我那个粉丝团很严肃，我觉得那个才累。对，所以他们就会整，要回答很认真的问题。对，所以他们就会整帮我整理一些就是啊比较 solid 的问题，然后我就会突然被你这样讲之后，我觉得我们真的好无知哦。我的 FB 就是啊，我真的，我今天跟黄医师录影哦，你看我两边都做帅哥。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那种，你终于发现了，网络上都是在就是难怪自由姐从来都不回我，聊一些五四三的，就是哈拉的，真的就是哈拉，好像就是大家在那边解压的。我觉得更无聊，就是有些人看的人，就像我老公，像这个我就让我想到我老公的心态也很可疑，像真的，像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人家有留言，我们真的需要回的再回他一下，或者是我会看看。晚上我会看，就看看我儿子，因为他会跟同学的互动，然后看看我们家人这样子，其实也不太会去看看别人的。那我老公会很无聊，他就会看哦，看完就说谁去哪里吃饭，怎么没有找我们？谁去哪里吃饭，为什么他没有约我们？我就一整个。我说你这么晚，人家没约你，人家干嘛每一次啊都要约？所以其实跟你讲，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你一群一群人不要一直 PO， 对，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有时候不知道一些事情真的是幸福的，他就会一直庸人自扰，只是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啊，真的。像我的那个粉丝那边不管了哈，就是我自己私人的那个账号的部分。我的朋友其实很少，因为我只要是哦，那我们很荣幸哎，我们是你的朋友。对啊，我们也好荣幸，我都有看到你的私生活。我没有哎，为什么你都加他们不加我？你又是你朋友更多了啦。我怕我已读不回就被你删掉。OK， 不是啊，就是，而且就是，我像我那边朋友都很少，而且如果今天有连续几，比如说这个朋友很，不是说他偏激，是他很在意某个话题，他就一直 po 同样的话题，然后一直让你心情很不好。我会把它 mute 掉。OK， 对，我就觉得说，我了解你的立场了，我也很在乎你这个朋友，可是我不想每天被你的心情影响，我会把它 mute 掉。对，但我不会把它解除好友，但是就是他的讯息我再也就看不到了，我都是直接解除好友。你好坏，太麻烦。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嘛，大家现在不只是用手机跟家人沟通，而且这个比重甚至蛮重的。可是你们仍然有一些可以跟家人实质上面沟通的方法，比如说好拥抱是一个，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像只有你，像我还是偶尔会留纸条给我老公，那有时候会在我儿子的书桌上给他压一张我写的字，纸条。我觉得有时候手机是一回事，那因为小孩他都会跟你讲说妈没电了，他如果假装不看到，或者是那件事是他不想要听的，他说我没电了，我没看到，我没有带手机，反正花样一堆。那我就写了一个，因为他们的书桌前我都会给他弄一个大的一个铁板，就是我可以贴很多的东西上去，然后他就会看到他妈妈直接砰，我有很多的卡片，他想看到吗？他一定要看到，因为我用黑的纸便利贴或卡片，对，然后不然就压到他的一个桌上。那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这种纸条的这种东西，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收集，有一些还不错的话，我以前都会把它写起来，我们就贴激励自己嘛。那相对的，我有时候在铺 FB， 其实是铺给我儿子看的，但是我相信他已经看完就忘记或者把它删掉，我就会特别把它写起来或者把它列印出来，我就会贴在他的一个书桌前面。我这件事我到现在还是会做了，因为我觉得说
这些都是我留给你的。嗯，你今天总使你要珍惜跟不珍惜，你自己都可以决定。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我是留给你的。家庭历史留给你。其实我也是自由的莲友，我觉得每次看到他就是充满了每天都有便当，好香喷喷的香味。便当我有励志文，我要讲啊，这个我接下来讲就是励志文。励志文。他的励志文有时候就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是自己写的哦，这么长这么厉害这么多。我已经写了很多遍，我是看了很多书，有的是我觉得很有用，我就把它留下来。而且都是一大早，你知道吗？一清晨如果你有滑一下，你就会看到他的便当。他都是在黄医师那边抓过来的文章给他。黄医师比较跳痛，我要爆料一下，他在网络上是非常的幽默，非常幽默的。然后风趣，然后就是比较会，有时候还蛮搞笑的 ，LDS 的，对呀，真的，哈哈，你都没看到，我要先加你再把你封锁，好可怕。杨庭哥你怎么做呢？我们会有一些家庭的时间，这个家庭时间就是我们家庭活动，就像我们早上全家一起去运动，嗯，而且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聊很多啊，然后一起去买菜啊，嗯，然后或者是晚上我们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散步啊，对，就是一起去。跑步啊，我就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她就会，这是最棒的。爸爸说故事给我听。对呀，这个是最大的挑战。说，但是哎，奇怪，你一讲这个故事，它让你的心肺功能更好哎。对，然后我讲一讲，我就说换你讲。然后他也会讲他很多事情给我听。从前有一次黑木熊，你们看到跑步的时候讲故事，那个听起来会不太舒服。对，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带啊。走路讲话就好累了，也很喘。还跑步哎。所以我们有练身体啊。又不是特种部队。好，所以你们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家庭时间，真的很重要。雨妮呢？你们我们也是差不多啊。我们就是其实不是半年才吃一次饭，怎么这样？开玩笑的。哎，对啊，好像没有啦。我们也有啦。我们其实晚上小孩回来之后，我们都规定就会不准再用手机了，除非真的就是非常紧急的工作联络之外，就不准再用手机看一些额外的东西。然后我们周六周日也是就是会一起出去玩，然后或者是租片回家来看，就是尽量保持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要有一个就是非常正常的家庭互动的关系。需要了。我觉得那个刚刚说，比如说睡觉前夫妻有自己的轻松时间在看文章，然后我觉得这个还好。可是当其中一方想要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哎，我觉得我想要还有想跟你聊一下，那释放出那个讯息，有时候对另外一方没有感受到，比如说你就哎。啊、另外说你不要烦我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恶性循环。所以也许你们家里比如说夫妻之间或孩子跟你家长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以后当我们说出什么样讯息的时候，表示我真的现在想跟你讲话，好，那请我们就有这样的默契，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先放下手机，把他该想讲的话讲完，然后再继续，也许再抓别的时间去完成你这个跟朋友之间的联系。真的可能要约好，可能要约好。这个对现代父母来说真的是有时候蛮挣扎的，很重要。这个你在当下你要决定去继续看你的手机，还是要选择回应你的孩子，这个有时候一旦没有一个很好的智慧再去做决定。